来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灯可以再往前伸。来，张瑞，拿手机来，拿点，拿点。往什么伸？这灯，哎，灯伸不出来，我以为灯可以往前伸。它这个可以往前伸。啊？这往前伸有用吗？没有用吧？有点用。啊？有点用，有点用。能亮啊？能亮点。啊？能亮点。看它啥用，灯也不中。这是遮雨棚吗？遮雨棚。这是遮雨棚，没有用啊。说你能亮点。我看着能亮点啊！啊，我看是能亮点啊！那个啥，放你头上那俩也不错，这咋点的？那个。关后面这门，自己开开的。没有，我收拾衣服了。啊，一会儿我整。你先关那声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先关那边的声。啥吧？不过这个味儿吧，这个着了。啊？不冷吗？不冷，一点都不冷。现在，这个广西这个地方，桂林这个地方，现在最低气温是15度，零上15度，最低气温。发两个下水。我都垮了，我再吃。哎呀妈，都好脏啊！看有没有出水啊？啊？这哪里呀、啊？粥啊？这也是我衣服。啊？哎。我去切这个肉。媳妇儿，来，我切这肉，我切。啊。牛肉它为啥这么薄呢，媳妇儿？没，它外面是这层也不是什么肥肉，它就牛腩肉，这就是牛腩肉，是吧？把这锅给我打开。啊。着了吗？谁要过来，来洗手了吗？没洗呀、啊、哎。
明白明白，你咋呢小明花？牛腩肉就应该是一盘。哎，什么这样有这个？哎，一二一，这个，这里，下去。这是我干嘛？周姐，你上厨房给妈拿点纸。OK。慢点啊，慢点。错误的。你要乖，下来，来下来。有吗？就是。啊。看不着，底下有虫子。洗了吗？快了。这个手机支架怎么了？就这手机架给它退了吧，啊，能退吗？啊？来，妈妈给。来，就你了。干嘛？哎，喝粥了。妈妈。这是我见过最次的手机支架。给。妈妈，给纸。哎，晃了。你一看刀就快。大铲子吃着好不好？这手机怎么整的？这手机这样，这手机这样也是服了。等我洗手，我洗手来啊。哦还没来过大西北呢，我也是头一次来这地方。哎呀，别整那羊景了哈，快点的，快赶紧吧，别漂亮的公主了哈，半夜了啊，咱吃点，一会儿给困了啊，快点的。这得删呢，是不是？这火不够用。张然，洗澡去了，张然。这火不够劲儿啊！拿个吹风机吹一吹。妈妈，走了，快来，快来吃来了。有没有能扇风的东西？不行。你吹谁是不行的？这灯怎么又开开了呢？
这煤不行，不燃呀。那边煤地上搁碗，就过来转过来了。有没有纸壳子啥的？啊？没有。过来呀！不行啊，这么整他妈废呀、啊！这么整可不行啊！过来呀！啊？那支架没头，不带头了吗？哎，你找纸盒子是不是？对，箱子钢铁一个，哪儿呢？里边拉一箱。你撇哪儿去了？你找回来，箱子。先别玩手机了。这个，操！没想到啊，在东北这玩意儿可爱着了。东北，这怎么到这地方不听使了呢？啊？这怎么到地方？拿点，拿点。啊？往上玩。啊，这不就纸壳子？太挤了，不挤。里边也着着呢，里边有火。不行，我来，我来。这底下不进风吗？不行，底下不行，底下不行，不。底下，底下进风。我把这个灯打开吧，你们用这吹吧。啊？不方便。哪个灯？看不一样呢，哦，这底下有个灯呢。这后边有个洗澡间，你要用后边洗澡间，这个啊，不用不用不，有热水啊。那个先说，您说一下。啊，快了。洗澡。啊、哦，这还有个能洗澡的地方，不用烧，不用烧了，不用烧了。这32度，他说我给你烧6度，你洗净了，没事。一样，因为我这边也有洗澡间，那个洗啥都可以。啊啊啊！行，挺多那东西啊。本来就是那个住宿的单元的一个单独一个也是什么东西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你还没吃饭呢是吧？啊。我这谁家呀？又谁家了？又谁家了？你洗完了？没有，没去呢，我没找着浴巾。没有浴巾。没有浴巾。有毛巾。妈妈。现在给烧上水了。啊？烧上水了。烧了。烧上洗洗。没事，老给你刮碗去。你爱喝不喝报纸什么的？他家就是一个房车营地，在这个阳朔，在阳朔的地方。在谁家？这个叫贝格凯姆，他叫贝格凯姆。那我来吧，我来。那用不用再给他多再放2个啊？啊，放呗，整整放。我卡。应该砸开的哈。砸开的呀。嗯。这一敲就开，哎呦我操！要不
孩子小的，睡去。赶紧去，一会儿的。广西没下雨，引柴，架空木炭，现在已经给它架空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吧。啊，来这。哪个的？啊，真行。架空的。挺好啊，这台挺好。看这台挺实用。嗯，老板挺好。这老板。嗯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来这边的，你可以来他家。老板不错，挺好。这广西，这是广西，这是阳朔县，阳朔县。沈阳呢？他是济宁一个城建公司派他过来的。是吗？他是投资1000万了，他。是吗？还挣着钱呢。那3年疫情不耽误那边拉找电工了。啊。在这玩的人挺多，是吧？今年我估计能，今年能可能好点。哇，上面放炭呀！你说这火上面才放炭呢？啊？炭够多的了吧？放这儿啊？发了吧？放这儿吧，这样行了，这样够多了，这样够多了。来，我扇会儿。啊？不累。啊，人家带父母出来玩，不是干活的，平时不少帮带孩子出来玩。这就是新买的这个，等我给吃肉啊！你别看他跟家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石头来。我那个手机支架啊，明花，张瑞干去了？洗澡去了？媳妇，我来吧，媳妇，啊，我穿。你拿这手机。妈妈，跟爸爸。刚才踢老大一下，我刚才踢老大一下，凉。这是牛肉，这个没事啊。这是牛肉。这一旦要烤起来就好了，是吧？嗯。啊？这着透了，它是火炭的。这些也够用的。够。哎，张帅，你把那个东西找回来了吗？那个纸壳子没找过来吧？啊？我先扇风。爸爸，好像搁车里吧？干啥呀？你在车里干啥呀？咱这车里头啊，啊，你才这样，这车里也是一个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啊，啊，是一个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啊，来，沈阳回来，啊，下去吧，沈阳回来，下去吧，我把这门关上了啊。过来，老四老大来，过来。啊，这个我早上没吃完呢。啊，
没吃完的凉，先吃饭啊，先吃凉，一会儿来再给整整肉啊，再给整肉吃啊，来吃吧。换话题，不用没事评论，咋的了？我都不知道你们说啥呢，家人们，啊？你什么要我问你捡多大钱？是不是又搁那玩意儿刷了？嗯。我不能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啥，啊？老五护食吧。有点模糊，是不是？糖上车呀？糖我没上车吗，家人们？糖。糖在第六个链接呢，家人们。糖在第六个链接啊。你干啥吧？你拍个视频。拍完了我往外发的。啊？我拍完往外发的。啊？哪个？这在哪儿啊？这是？这个那个哪？我给你拍一个，我给你拍个你扇风的视频。啊？那个哪吗？搁那个。我给你拍一个你扇风的视频啊！你看我爸扇风了啊！使劲扇吧。一会儿扇累了就能多吃两串吧。这玩意儿累哪去？哎，挺好。哎呦，爸，你这火扇的真好啊！你让我爸啊，糖，你家们这个糖是真挺好的啊，这是乌克兰糖啊，你发呗，没事儿。你要带着我的话，爸，如果咱俩一块扇的话，你能上热门。得上个热门，这老不上热门。你上热门，你上一个就能上第二个。你能上一个就能上第二个，要咱一块删。删呗。啊。删呗。哎，让小明坐着，你再删一个，爸。嗯。啊，让小明坐着，你再删一个。真阳，你不能拿这个盆来回给他倒那个盆，好不好？我就放一个。啊，小明坐着，小明坐着，明白？明坐着，明我给你吃烤串。等会儿吧，等我吃烤串似的再给他，再让他过来吧。我山爸，你答应你过来啊？你看我爸这不行，我是替他扇两下，不扇，这老让太好了，真随活，随活啥意思吧？啊？我也不懂。他这老丈人太好了，随活。啊？我也不懂。我爸也不懂，啊？这炕所以难点，我估计啊，家人们，这炕炭老好使了，这不得着一宿都不带灭的这玩意儿，好吧？啊，是不是贼扛烧？我估计。反正我也再整一锅，不行，这不要了。晚上我怎么？必须吃烤串，必须吃烤串，随和就是好相处。我爸随和吧，是吧？嗯。爸，你说给他翻个面能行吗？爸，点那头让他，啊，夹一下子给他翻个面。那边还没着呢。啊？你说上面？我看下面这个给他挪里头来呢，正面挪里头。不用。啊？不用啊，家人们，你说这个景好看，爸，你能看着两边有山吗？现在啊，你没看着吧？啊？我要听歌。明天早就能看着了。这哪里？我们在广西，家人们，广西这个叫。这什么地方？阳朔县，
这儿有个营地，房车营地。哎，这营地什么名来着吧？嗯，这营地叫什么名？我也忘了。啊？我跟你说一下啊，家人们，以后你们可以来这种叫贝格凯姆，家人们，贝格凯姆房车杨树房车露营公园，家人们，贝格凯姆房车露营公园。啊，你们也可以来这块儿，您这环境挺好，家人们哈，这地方可以停车，然后这有灯，然后那边有呢，有电有水，然后这有小棚子，家人们，晚上大伙可以在坐这边，然后吃饭啥的，再有小灯光，啊，家人们自己车上有灯，啊，然后这边有小灯光，是不是？带个小狗啥的来广西玩，花钱吗？那晚上一晚上120块钱，一天120块钱，兄弟们，一天水电随便用，洗衣服啥的，洗澡后面还有洗澡的，在后面还能洗澡，而且还有热水。不，他凳是大凳，他凳是大凳，得拿小凳。没事。哎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待会儿想吃东北粘苞米的。粘苞米拍一发八棒啊，家人们，粘苞米拍一发八根啊。你让他坐这儿靠我，翻那什么的，把这个继续拍了。我看张瑞拍的。行。你让他坐这儿。行，快来，让他坐这儿，来来来，拿来。张瑞，拿坐这儿，拿快来，拿坐这儿，坐啊。你再给我继续拍呀，让他坐这儿。把你咋？你说这烤串让他们仨在这瞅着多好啊！把这个拍完。啊？拍完这个。来，配个鸭，来小子啊！哎，配个鸭子啊！哎，看。快点。哎，看，来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快点，小子，快使劲，来，快。然后呢？来了。那不有个继续拍吗？对。来，看我，看。拿来。哪有继续拍？这个上面。你干啥呀？这呀？爸，十六。你要干啥呀？一会儿。明白没？快，明白。走了，撇东西了啊！快。爸，这样不配合我了啊！十六。十六。十六来。十六。这样不配合你。果然收了吧？收到了，太好了吧？感谢啊，感谢美女，感谢大美女啊！迷糊配合你了，迷糊。狗子是不是喜欢吃？你了老大石头小迷糊都配合他老爷拍个视频上热门。爸，你这手机为啥这么暗呢？啊？拍完了就不暗。张瑞，你们瞅着暗吗？媳妇，我，你看我，哎，张瑞，我看你用你手机看我是啥样的？啊？你看我手机为啥这么亮的呢？啊？你看我这个，我这个你也非常亮。不，你看我，你看直播。看直播，来，那你播我烤串吧，来，哎我操，啊，粘苞米拍一发八棒，家们啊，粘苞米今天拍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，老铁们，哎，家人们，明天拍，今天拍，明天就可以给大伙发走喽，哎呦我翘了，哇，可亮了。我操，不行啊，这我太烫了啊！弟弟喝酒都会抽烟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呗？都不学好。来，拿点，太他妈烫了，操！你看，我说了吧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！我说这样就好了，你还不信？都给我爸了。开口，咱得小点声，旁边有车，啊、旁边有别人。车我估计他也听不见你说话。没事，来，妈拿串吧，拿串。知道去南方不带夏天衣服，你看我呀，我这一身，过来，短袖，我短袖都穿上了。
咱们到，他不会烤。这大串带劲啊！你等会儿呗，你往走呗。这大串儿。行。来个咸盐面吧。啊？来个咸盐吧。不用。他早起来啥到点咸盐。我烤着目前吧。这么大火，一会儿不全烤断了？哎呀，这个，媳妇儿，我这签子，这肉串太多了，媳妇儿，这不行，这熟不了，太紧了，串的，它太紧了。分散一点就好了，分散一点。对，我姐夫还大棉鞋呢，我这已经塌了板子了。不行不行，这个签子不行，爸，这签子不行，烤不了这么多。怎么？这圈太细了。你看这个，啊，你看这个，刚才那个老板新给送来的橘子，啊，可甜了。是吗？嗯，可甜了。砂糖橘啊。新摘的，你看。叶子完了，折了，快！是不是折了？折了，不行，太沉了。对，说了这串儿，它一烤就折。你那买那个啊，铁签子好了，太沉了。穿多了，往下撸下去几串不就好了？啊，往下撸下去几串，这还往上烤？撸几串吧。买个铁签子好了，给老大撑坏了。我刚才洗了我洗澡去了，我没看着。爸，我刚是不是洗手去了？我这儿啊，哎，你说这姐夫当的，是不是？小舅子给他站着给他播，不知道给小舅拿凳子。我就接着水龙一边一个，我去洗的，是不是？不知道给小舅拿凳子。哎，他那个橘子树和哪？嗯，张伟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不好烤吗？张伟，咋了？啊，肉块切太大了。放那个橘子树那照相去。他刚给摘橘子吗？啊，人先给摘橘子。他刚给摘的，让咱妈看上了。哎呀，我问他在哪块照相，跟那橘子树的。我多大？我18。新摘的吗？嗯，过年19。过年19了，哎，人说竹签泡泡水，好使吗？家人们，这竹签泡水好使吗？应该都管的，泡啥都白费，竹签不行，太沉了，有点细。再撸开它，我刚洗完，烫。竹签泡水好使吗？碳放的不对。碳放的不对呀、啊。人说得横着放。嗯。应该是。不能放太多了吧？这个碳不能放太多了。咋碳烫手啊？啊？这碳烫手啊？烫手。这样就行吧，这几个就够。对，这样对吧？嗯。就烤中间，多余地方不烤。嗯。妈妈跟这一个戴手套，没有手套，有一次性手套行吗？人说你太碳白太密了。过来，给。哎，爸，我烤这个。没有羊肉串吗？都是牛肉串。我烤这个。没有羊肉串吗？哎呀，都是牛肉串。为什么我手机搁兜里响了呢？响你直播的声了。我姐夫这标配大棉鞋脱不了了。
羊肉串子。羊肉串。哎，你看这就没事吧？你看，是不是？这啥呀？哪个？这个。这羊肉串。羊肉串。好。红冒油。小曲和大脚滑。啊，你看这个。周锦阳，你把我手机放哪儿了？嗯，我手机呢？这不能。这是哪个省？这是广，广西，对，广西省，啊，广西桂林。撒点油，这是给狗吃的吧？不用撒油，都喂好的。我也吃，这喂好的，这个没事，这个没事，给我吃没事啊。这是没喂的，这是没喂的，有不要面。哎，这碳摆对了就好了是吧？这碳摆对了就好了哈。哪个？别找了。啊？这差点，我去。这牛腩肉不适合当烤串啊。啊？嗯，哎，烤的肉和肉之间别太紧，不容易熟。迷糊啊，迷糊上这儿，你坐这儿，迷糊来，你坐这儿，迷糊上这儿来，迷糊上这儿，迷糊来，过来，迷糊上这儿吧，哎，上这儿来，你坐这儿啊，哎，好，迷糊坐这儿啊，好，好了啊，来，你开吧。这名字，哎，名字这啊，好宝啊，好宝，来给你串串啊，你看串，你看，你给我串串。那边穿春秋的衣服就行吗？春秋你都有点夜，我这都下，我都下妆了，我都。想来玩是吧？嗯。想来玩穿春天的衣服吧。对，穿春天的衣服。你不能穿太薄了，你不能穿。大裤衩、大背心子不行，还是冷。爸爸，就像我就这一个长裤，上面一个短袖，这就行。我这是扛冻。挺甜的，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一句话：“小伙睡凉炕，全凭火力旺。”你看他脸上火太旺，我这广州。哎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！哎呀，谢谢你。这个谁呀？我呀，啊，哎呀，好吃。哎，好，谢谢宝贝。来，你还要吗？等等，咸盐掉了就好了。爸爸，你还要吗？好宝，谢谢。吃婆。我姐夫大棉鞋脱不了，对，他的大棉鞋就脱不了了。我跟你说。不行，看不过来，看不过来。妈呀！我的儿子。看错人了。啊，姐夫，你看错人了。抬头看呢，看错人了。啊，咸盐的，有咸面吗？不是山行吧？山行。对，有火力，小伙睡凉炕，全凭火力旺。山就行吧。迷糊了，迷糊看去了。我们齐齐哈尔都吃牛肉串，但是没有烤牛腩的。姐夫，这牛腩好像真不是烤的。他这边只有牛腩肉，我们牛肉都差不多，差点他妈没买着。牛肉，知道不，家们？我姐夫，我姐夫把我姐看成我妈了，然后头也没抬就说：“妈，你别放这儿，这是烤不熟。”哎，烤牛腩能熟吗？实践才是领悟真理唯一途径。你得实践，你知道吧？你不实践，你永远不知道它能不能烤熟。吃吧，可以吗？妈妈不吃，它扔那就好。这牛腩串你就吃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，根本烤不熟。哎，里面那盐呢？你知道不？喝上，普普的盐。烤炉谁的？烤炉买的，烤炉是买的，家人们。他妈烧串儿。烧串儿，烧串儿。羊串儿，羊串儿了。
哎，哎呀，这个橘子味太香了。这还香？这火老着。我都快吐了。嗯，一边去，太呛了，太呛了，一边去吧。炭里撒上一些盐，不爱起火。感觉好香香啊！会不会烤糊？哎，真的呀，真的呀。真好使，假好使。好使，好使，好使，好使。欧了吧，真好使这玩意儿啊！哎呀，是挺好使啊、哦。爸，你知道这个牛腩吧？咱们这牛腩还真穿出来还真挺好，是不是？哎，那牛肉，那牛肉如果要是，如果要是瘦牛肉的话，干巴的还得刷油。牛腩是牛肚皮肉，一般煮一个小时，烤了能咬动吗？应该能。我不说了吗？实践才是唯一领悟真理的途径。我这真不知道。你看，人给出解释了，啊、盐增加密度，不容易起明火。我以为盐爆炸了，爆炸盐呢？爆炸盐。你吃哪去？你知道吗？拿过去，我感觉这应该能吃了啊！最起码这两个牛肉串肯定是能吃了。嗯，你信吗？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啊、你尝尝。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俩牛肉串烤的嘎嘎的。矿泉水瓶子扎眼灭火，我就怕把这碳给浇灭了。把碳浇灭了，这一家人不用吃饭了，生火又生一个点儿。人告诉你，老五别删了，都是明火。不是，你这他妈扯淡！这他妈能整了啊？操！呛啊！浇不灭，根本浇不灭。什么？菜椒和酱油。菜椒？对呀、啊，就在冰箱里那个小红菜椒啊。嗯我应该烧一手火呢，爸，就累死我呀！这个大半夜烧烤，馋哭了，馋哭了，就买点下边那个东北粘苞米，搁家自己煮点，康康啃，看我们吃烧烤，就这么说，快拍！晚上吃，看着别人吃烧烤还能馋人家吗？我就不馋。啊，一般你都钻屏幕里抢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都不馋，现在我都不馋，真的。啊。就是杆子烧没了，不能啊，不能，它只有羊肉串那边起火，牛肉串，姐夫牛，哎呦我操，牛，我操，我估计肯定带劲了，来拿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你尝尝，来这个，这个，你尝尝，熟了，啊，我尝尝，没有咸蛋应该是，没有咸蛋也好吃，蘸盐面好吃，熟了。熟了吗？差点火候啊！差点火候，不好嚼是咋的？不好嚼啊！不好嚼。这还羊肉串香啊！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哇，真酱啊！牛呢？上这干啥去了？这不是啊？妈妈来了。牛啊！明儿回来，明儿不能乱跑啊！过来，明儿事儿来，明儿事儿过来，都不能乱跑啊！你说你要乱跑，老爷找不着你。姐夫、啊，你不删其实还没有火，你一删这苦苦的火。咋样啊？你觉着差点意思，感觉还是有点没熟。里边不知道是我牙不好，咬不动了还是怎么的？妈妈，啊，张瑞，你是不是撒大彪呢？咱妈都冷，你咋光大膀子？你咋光穿大围袖子？大围袖啊？啊，你不冷啊？我不冷啊。啊？我不冷，刚才穿那身我是热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嘚瑟啊，嘚瑟感冒了你。啊？妈呀！冷热我自己还不知道。
爸，你这天能感冒吧？啊？没有事儿。去了。哦哦哦！快吹！这串让你烤的去，实在不行我来吧。牛腩烤着能吃能行，能行，能行，好吃是挺好吃，就是没有滋味，蘸点料啥一样好吃。你尝尝行不行？蘸点料一样好吃，挺劲道。人说你没烤过肉，这么旺的火还扇？我是为了扇啥，啊，家们？他是为了把火扇灭。对。你以为我扇啥呢？他是为了把火扇灭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一下张那盆，张那锅，那什么顶炉顶上了。拍一单玉米加急，很好吃。OK 了，家人们，赶紧拍一单玉米啊！看我们这串烤的怎样？越扇越旺，得越扇越旺。新疆来的，我姐夫是新疆来的。新疆串串的母亲。新疆羊串。你张瑞，你记不得步行街碰上那个男的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新疆羊串香香的。得了，新疆羊串。香香的羊肉串。牛放哪去了？你身后呢？啊？牛在身后呢。这么暗的吗？多撒点盐就好了，这盐已经撒不少了。老大，烧串不叫烤串，对呗？但是你尝尝羊肉串好了。逮着机会的老大。我尝羊肉串。哎呀，大哥，这羊肉串都是粉的。啊？这羊肉串都是粉的，你让我吃？怎么粉的呢？不是，他没事儿，他没事儿。这个，你确定他不是没熟？是没熟，这多长时间烤多长时间没熟，但是它是冻的啊，拿出来是冻的，没事吧？是不是已经熟了？那羊肉串已经粉了，还是粉的呢？熟了，应该熟了，应该熟了。你看，都应该。你尝尝，刚才你看你在坐着干啥？我尝尝，不得让你尝吗？你尝尝，咬一块，看熟不熟？咬一块尝，咬一口。我这边怎么这么黑呢？你咬一口，你看，还是粉的呢，这嘎溜。你别搁这嘎溜，这个哪嘎溜的？熟没熟？啊，熟了，你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啊，好吃，好吃。对外别太吃太多，吃一块就行呗，是吧？啊，对吧？你问我呀。熟了，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你不要吃多些。爸，给你一个吧。放电，放电，别吃。一会儿吃。烤吧，烤好了再吃。我尝尝这个啊，这个切太细啊。哎呦。怎么样？熟没熟？熟了，熟了。这，这羊肉老嫩稠了。这是什么羊？拿个大的呗。羊肉串好了。这是什么羊？这么嫩稠？不是羊肉串好了。好了。好了，给你。这怎么呼呼冒火呢？啊？咬不住。嗯，我给你咬一个羊肉串。爸爸，小石榴也吃了。你这个吃肥的。吃了，吃了，行。我咬不动的都给他了。行，没事，咬不动给他就行。哎呀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这是羊羔肉吗？啊，这是羊羔肉吗？我不知道羊什么肉啊，就这个羊肉串吗？老嫩了，嗯，这肉老嫩了，是吗？嗯，我不知道什么肉。羊什么羊羔肉，剩那肉那肉的。那一看正阳就吃了一口，剩都被他走了。是吗？这个不烂花，那个什么玩意儿，牛腩肉那层皮儿可梗呢。我得找地方放那个串儿啊。我这烤好的啊，得了，别气了。啥炭这么大火苗子？咱也不知道是啥炭呢。再来个。这火苗子直直往上窜呢，蹭蹭的。就买这一刀。还有啊，啊，咋不查紫烟粉？这个是，这个、羊肉串它是那啥腌好的，然后那个牛肉串是我们自己穿的。有紫烟粉，我给你撒一个啊。那牛肉串是我们自己穿的，给那个狗子吃的。
给小狗吃的。看看主播小舅子，别看我了，我没啥可看的。我就没啥可看的了，看我姐夫得了。子然没给吗？他太肥了，一直着火。对，这羊肉串有点太肥了，咱也不知道啥羊肉。姐夫，你的牛肉串，哎，羊肉串，乖。应该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我给你撒点菜，你先撒点什么呗？孜然粉。孜然粉啊。是孜然粉吗？它这好像没有孜然的感觉。我读你们肯定倒不出来。为啥呀？为啥呀？我操！因为你里边那层膜，哎，肉串。因为你里边那层膜没那啥。明花。今天我锤死你！帅啥哥啊，帅哥啊！铁粉都已经见过我了。铁粉都见过我，你这没瞅过我，一定不是铁粉，你肯定不是铁粉。我告诉你，他舔完你脸上起大疙瘩。香香的羊肉串，香香的啊，来，我们叫红柳大串，这个是红柳大串，我不知道什么柳，反正这个树枝子、树杈子，嗯，也是红柳，确实是红柳。好嘞。他这羊肉串跟咱这羊肉不一样的呢，啊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熟了，熟了，真他妈好吃，家伙这，好吃，我天啊，有点像鸡柳的味儿，你吃过那鸡柳吗？就是那鸡柳的味儿，你知道吗，姐夫？什么？烤好的，爸，你尝尝吧，你尝尝，一会儿呢，没有，快吃吧，还没烤完呢。咱爸是等着就着这点串喝点八加一。牛啊，给你一个。牛。啊，老大，老大爷。哎呀，馋人吗？哎呀，你说这小晚上吃点小夜宵哈，牛啊。气人吗？馋不馋人？就这羊肉大串，我跟你说，香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啊，这老大，那晚上吃点小夜宵多好啊。啊。小丁，你过啊，好吃吗？哎呀，好吃吧？哎呀，这给谁？这给谁呀？啊，谁要吃啊？啊，给十六啊！九啊九啊九啊！不馋，但是属实气人，气够呛。就你要吃了一串的羊，吃的羊肉串。红柳，这应该是。你为什么叫姐夫不叫哥？因为他是我姐的丈夫，所以我叫姐夫，我不能管他叫哥。快快快快跑快跑！老五快跑！跑挺快呀。行，放这边来，那个，放这边，放这边，哎，完了，完了。老大，你回家吗？老大。哎呀，不提了。你管他叫老弟吧，那不行啊。他还能再去吗？怎么的，我得叫姐夫。烤熟了就没事。你还听吗，春阳？那你为什么喊你姐夫的爸叫爸？因为他是我爸。他是我亲爸，你是我后爸。对，这个是后爸。啊，哎，这也不是后爸，这个是老丈人。人家还整个说个对，啊，我这俩烤给那个，给那个他们。对，这个是我和我姐的爸，这个是我和我姐的妈，然后这个是我姐夫的老丈人。爸说了吗？啥呀？把这个给他们烤了，他给小石头吃。那啥呀？啊，咱妈建议。咱妈惦记小石头呢，小石头他们，嘎嘎惦记，这点关系怎么明白？啊，那呗，你瞅瞅这点关系怎么明白呢？白看直播了。不吃了，我睡觉了。我这是没给你捋那个小迷糊的身世，我这要给你捋那小迷糊的身世，你都得蒙圈。我这还得删。行，你好一会儿。啊，我来了。你试一下呀，你试两下子。
我他妈我歇会儿，我歇会儿，我手机，我手机没事。一会儿呢，石头在后面看着呢，老赖在那等着呢，家伙，你看老赖在那等着呢。别着急啊，一会儿给你们吃啊。因为人家还没烤熟，今天吃了不生病了。你看老大知道在那等着啊。老大，哎，这个空气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、啊空气好。爸，你说这个地方跟咱东北能差多少度？不用删，不用删，一会儿又熄火了、啊。你差几个季度吧？年苞米拍一发八根吧，八根加吗？八棒年苞米，老铁们啊，这咋这么多回购年苞米呢？啊，这么多回购年苞米呢，家们，啊，八根啊，家们，嘎嘎好年苞米啊，想吃年苞米可以拍的啊。飞呀飞呀飞呀飞，哎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那啥，家们啊。咱家这个稻花香石板大米，老铁们啊，稻花香石板大米，这个大米呢是专门送礼的，家们啊，大米嘎好，拿出去贼有面儿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在外面买一箱这个大米的话，得100多块钱，在咱们直播间今天只需78.8块，老铁们啊，78.8块一箱啊，家们又想买大米的，你们拍咱这个大米，嘎嘎地，嘎嘎带劲，老铁们啊，石板大米馈赠佳品，老铁们看啊。响水核心保护区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大米你们在外面买都100多块钱，老铁们，100多块钱一箱啊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看大米里边什么样的啊，老好了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想买东北石板大米送礼的，休想送稻花香米啊，家人们，这个米是稻花香二号，家人们知道什么是稻花香二号吗，老铁们？啊，也就是说这个米是东北稻花香米最好吃的一款，啊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你放心吃就完了，放心买就完了，家人们，你给谁送都有面子啊！我给你看看啊，这里边是个米砖，老铁们啊，这一箱石板大米里边是5块米砖，一块米砖是2斤，老铁们，一块米砖是2斤啊，一共是5块。然后呢，这里边呢，家人们是这种，看着透明这种米砖啊，看见吗？透明米砖啊，这是年货节，家人们啊，年货节特意给大伙搞的活动，老铁们看。看里边这个粒儿，家人们看里边大米粒儿，看着了吗？大长粒儿的啊！你在南方是买不着这种米的，啊！我爸前两天买那个最难吃的那个米，还5块钱一斤呢，家人们。泰国那个米还5块钱一斤呢，家人们知道不？你做咱这个米，老铁们看，尝不尝吧，家人们？这是稻花香二号米，老铁们啊！真空包装，对，真空包装啊，家人们78.8块一箱，送礼啥的自己吃都行，老铁们啊，就是好吃，你放心拍就完了，啊。真空包装的10斤大米，老铁们啊，没吃过的话你可以尝一尝，老铁们啊，礼盒装的啊，礼盒装的，到海南了吗？没有，家人们还没到海南呢。两盒呢，媳妇儿，哎呦我的妈，够用啊，媳妇儿，嗯。大门关上了啊。给自己家亲戚，老铁们。给自己家亲戚啥的送点那个米啥的，想送大米的，你就可以买这个大米啊，家人们。嗯，一箱78.8块，嗯，这个大米是产地是什么地方呢？家人们，等会儿啊，家人们，产地是响水大米核心产区，老铁们啊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啊，石板大米你就记住了，老铁啊，家人们，旧镇，渤海镇的家人们啊，旧镇。他叼走了，啊？啊，给叼走了，带咸蛋味儿的。叼走了吃了。这小石头蛋子啊！啊，收起来。石头来，叼过来，石头来，乖，我给你拿着。这小石头蛋子。爷爷要领，妈妈门锁好了。家们啊，东北石板大米，你就记住了，你就买渤海镇的啊，其他地方全假的。石板大米，其他地方全假的，你自己查，你自己看，家们啊，产地，老铁们。啊，家人们，产地咱们只认渤海镇大米啊，老铁们，宁安市渤海镇东北石板大米啊，牡丹江特产，老铁们啊，这个，啊，你其他地方全是假的，啊，因为只有我，因为响水大米被誉为中华第一米，哎呦，你把它放这儿，那盆你没看着啊，啊，啊。看你
是不是周阳？嗯，咱家这个大米这个品质啊，家们啊，咱这大米这品质你看，家们啊，你看里边这个粒儿啊，稻花香石板大米，外面卖100多，你在咱们家78.8块，家们啊，嘎嘎划算。这个大米，老铁们啊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老铁们，这个大米你收到货不好吃的话，你直接给我退回来，嘎嘎香，嘎嘎香，老铁们，稻花香石板大米啊。贼有面子，老铁们，我就跟你说，这小包装你收到货贼有面子，知道吧？啊，物绝对是物超所值，老铁，啊，78.8一箱，5块米砖，1块2斤，家们一共10斤，啊，一共十斤，拍了一件，好吃再回购。我不教过你了吗？两块。感谢家们啊，就想买好大米的家们啊，孬大米的话咱这没有，家们，你说三元店，我想买个差不多点的，孬大米咱这没有，咱就好大米啊，你。你在咱们家买的任何一款大米，家人们，焖出来米饭啊，都香。那么我跟你说啊，在咱家买任何一款大米，必须都香啊，不香的米我也不卖，知道家吗？啊，你这些门都挺香。这小大米，你看家吗？石板大米。这些门也需要密码。锡纸里边什么东西？爸爸，爸爸，你放这块，放这块。爸爸。哎，这些门都要需要密码。哪有密码啊？你就假装你想出什么？你想出202，你就开了。你想出203，它就开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老爷，老爷。这些门都需要密码，你想输入哪个密码就输入哪个密码，知道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！这考好了吧？啊，行，这考好了，知道。那老大等着我呢啊！金针菇，锡纸金针菇，你们不知道家吗？锡纸金针菇啊！这大米不错，送礼有面子。咱自己吃多好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啊。你还有没有了，媳妇儿那个粉儿？啊？有。有。哎呀，我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啊？老爷，下回你就输入密码，知道没？行。知道了，宝贝。我看你怎么输入密码的。啊，什么1202？什么密码都可以，直接1202。行。输入什么密码？行。111303。行，那小迷糊上去用输入密码吗？小迷糊。不要，他们是狗狗，听不懂人话。啊，你还明白这个呢？啊？他们也不是人吗？哈哈哈哈。哎呦我操！叔叔，烫着了，再烫一下，是不是？给你一个，老大来，给你一个。你看，你再不吃，你再不吃，热啊？是热吗？热。你看牛就吃，小牛就吃啊，小牛不挑啊，不挑食啊，牛。哎呀，猕猴蛋子，嘿，你还别说，过来吧。哎呀，老大你也来一个，你也搂一个啊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你也搂一个。哎呀，啊，好嘞，明再搂一个。哎呀，好嘞。哎呦我操，你给石头留一个呀？啊？沙嫂弄网好了。吃完了，沙嫂。啊？吃完了。好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那公公让他吃的呀，这么烤。还羊排，这羊排没烤呢吧？还羊排。烤了，公公他吃的。这得吃到凌晨1点。现在几点了，姐？你离拉拉一会儿就吃饱了吧？哦，你熟了吧，张瑞？这是不是还是我那个？是不是？啊？密码，知道没？你们说一遍密码。密码。
密码，密码，密码。密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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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几个说？这么巧，等你们几个。渴了，他们渴了。玉米吃可香了。哎呀，媳妇儿。输入密码，输入密码。烤个娘苞米吃哈。输入密码呀？输入啥密码？你想输什么密码就输输。好的，好的。一把撸啊你！这就刚才周洋踩了一脚吧？是不是周洋踩那个？没踩着。没踩着。你姥爷说个密码吧。他们点。你说2023年。2023年。小舅子考的不错，啊！我小舅子，我小舅子挺热呀，今天火力真旺啊，小舅子啊！你看。咱这真行啊，今天穿大拖鞋，穿大半截袖，啊？主要是他不冷啊。这天光芒那不冷吧？你信吗？不冷，哎，光芒冷啊！我刚才试了，是吧？光芒冷啊！光芒冷，我刚才试了。你看，小蛇在你身上好像偷东西似的，你看他好像在身上要偷东西似的，你看。小迷糊啊，我告诉你啊。爸爸。啊。这是出口，这是进口啊。知道吗？这爸爸啊，那是进口，这是出口，知道吗？啊，爸，你光录视频去了吧？爸爸，我都没瞅着你的串儿。我的耳朵好灵。那贴爸脸上呗。我都没瞅着你的串儿。好灵好灵。杨威，哎，你这能吃的吗？你给他妈一个，你给他妈一个。好听。啊？这颜色，这色泽。到广西了，对，家们在广西呢啊！爸爸，你摸你的耳朵凉不凉？哎呀，我那大棉袄，明天我得穿三亚去，家们啊，必须大棉袄，必须穿三亚去。我这大棉鞋，就我这大棉鞋，老铁们，我不到三亚都不带脱的。这个，你看，快把你的臭鞋子脱，是不？哎呀，我这鞋从东北穿到这儿，我都没换袜子，老铁们，真你们这造的，你看啊，一道，哎，一直穿到这儿，好吃吗，媳妇儿？香哈，让咱妈尝尝，咱妈没吃过你做的，媳妇儿。啊，这两个就妥妥了。我进去。1、2、3、2。那个呢？那个呢？爸，你坐这来。不要。你坐这儿。坐。我先拿凳子去。1、2、3，我输入了啊，给媳妇儿，你做这个。爸爸，我教你呗。啊。你看，我是不是搁这玩呢？啊。然后我说，你看，1、2、3、3、2、1。1、2、3、3、2、1，好，好。下来了。我也输一个。来。1、2、3、3、2、1，好。他们不用。老爷，2、2、3、3，2、2、3、3，啊，好嘞，这羊肉串真好吃，谁吃谁知道啊啊！2、2、3、3、2，媳妇儿，你要干啥？媳妇儿，你拿下来、啊。那个啥呢？爸。行。爸呀。你把手机拿出来，你拿手机，我给拿下来啊。哎呀，干啥呀？哎呦我天儿！哎呀，爸，我爸呢？录视频去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亲爹呀！我的亲爹都……那串儿都着了都，牛腩都着了。我的亲爹已经是小皮爸。我的亲爹是小皮。你烤这俩玩意儿全着了，你干啥去了吧？你啥都是啊。还想谈恋爱？我看你这辈子你都谈不上恋爱，就你那个屌操样的。啥呀？这是啥了？啊？他说你小舅子啥也不是。谁拉黑的？谁说的？拉黑的。没有事儿，没有屌事儿。没事。
张瑞都知道，玩这玩意儿不能当真哈。那我不愿意听啊，是不是？你愿意听，我不愿意听啊。哎呀，互联网啥屌样的人都有。我现实中有几个网络上装逼来了，这是。人有几个？要能待就待，不能待你就滚出去。你不刚才还说那个网络就是那啥，你怎么还这样呢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退一步越想越气。那烤串挨着骂，你说？就是的，俺小舅子那给狗蛋那烤串呢，让咱干不合格啥的呀？完事了。那几菜都给人小狗吃啊！喜欢看，这是我做的。这个中间少一个，这是我的。那你呢？这我刚才尝了一嘴，有点没熟。来，这没熟啊，这个。熟了。这个熟。这个熟了，这是你之前烤的。嗯，这之前烤的。哎，不对，没熟。这没熟，这没熟。爸爸。哎。再给你一个花。给媳妇，给你拿一个。爸爸。爸爸。哎，有个人说妈的，你们在哪儿了？妈的，你们在哪呢？嗯，爸爸，我是对啊，总之我好害怕呀。你这是要来？就像你要来给俺们泼辣椒水吗？爸爸，像这样人，我就是给拉黑了，我连读都不读，媳妇知道吧？啊，爸爸，哎，你看哈，我说话把你们，你放放去，给你个老是听我的刺儿。不是，我是你看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你没发现让人一读来气，你读他干啥吧，是吧？骂气，我咔咔，我骂他一顿，我还解气呢。我觉得我看见了你，然后你敲门声的给他拉黑了，我感觉好像这是憋得慌，窝囊屁，憋得慌是吧？嗯。他干啥的？啥也不是，狗屁不是啊！你烤会儿啊，你烤一轮啊。我的纸飞机呀，飞呀。来，你拿手机吧。困呀？你不困呀？这孩子真是闹！爸，咱爸传鸡人去了，咱爸传鸡人去了，传鸡人去了。来一口不吃，麻辣油。啊？振阳，你起来，来就坐这儿。振阳，你起来一下呗，就坐这儿好吗？你坐舅旁边，你坐舅旁边，给你翻这，你坐这，咱挨着。哎，小舅不在你这儿能看到公平吗？我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。那啥呢？你说我吃了半拉馒头，哎，我把这纸全都吃了。这有纸啊？我的纸飞机呀，他们让你天天滴眼药水的，眼药水。嗯，对呀，天天的滴眼药水啊。是不是不滴不行？对呗，不滴能行吗？要不眼睛就闭上了，以后都看不见了。啊、对呀、啊。孙阳，你不冷？冷。我可吃生烤冻。给俺们看饿了。你看我姐、啊、啃着大馒头，撸着羊肉串，吃着金针菇。哎呀，我有点不太对头啊。我的纸飞机要飞。怎么整的？他的碳他妈是跟那个。那个香是匹配的。带我去看看。啊，他们都一样。嗯，一块砖一个那啥。行，你夹子给我。哎呀。不是密码。啊，我已经说完了。真的。一二三，这才是真正的肉夹馍。这个馍吗？肉夹馍。你那馒头里夹啥？羊肉串。肉夹馍。肉夹馍。行，肉夹馍。那个什么，那肉都先断着等。啊。都松点。爸，你那小，你那啥，散漏都没漏着、啊、爸。没烤好。啊。啊，我要吃。蒸鱼油永远说蒸鱼油才能吃。爸爸输入密码。
嗯，我姐做的这个烤金针菇可好吃了。斑斑脚扎刺儿了。脚扎刺儿了？啊？搁里边。搁里边？对呀、啊，我妈不能。袜子里是叫什么？我看她穿了。鸡针呢？是。鸡针这老大。啊、哦。穿这老大的鸡针。啊、哦。得擀开点啊。哎呦，这么烤。就这个。这烤不熟吧？这烤不熟。你这不，反正你怎么得穿两个？你穿两排是吧？不要不要，看，过啊？姐姐，你看。哟，我给你穿来，我给你穿来。真咋事了？你这样烤，你这不行。行行行。你看我给你穿来，我给你穿。行。好。拿我的。你看我爸穿的鸡针哥，我的妈！这烤出来带劲，我去，这鸡胗啊，能烤熟吗？晶晶，姐姐，你看我袜子里，我怎么说那么渣？丢掉吧，丢掉吧。鞋里扎刺儿了。疼死个人。姐，倒腾一下，倒腾一下，姐，要折。找到你，你这样的，对我也感觉鸡针那啥点儿，咋了？别烫着，别摸那个边儿，嘎嘎烫那个边儿。我姐不是，我姐这是肉夹馍，是馍里边夹的肉。老五的棉鞋烤羊肉串真是美味，老美味了，你吃去吧。小舅子这拖鞋烤羊肉串也不赖，我跟你说，他老板烤羊肉串也不赖。鸡胗煮熟再烤串，不好吃，你就得这么烤。喜欢吃烤玉米，烤玉米，烤苞米，一会儿就整，一会儿就整烤苞米。我抓你脚，你别总摸石榴，你摸完你身上起疙瘩，你不知道吗？还行的摸，你看我整这玩意儿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么整，你这么整，那咱烤这玩意儿，妈妈。没拍这个豆花像石板大米的。这个礼盒拍的啊，过年送个礼啥，嘎嘎有牌面。一盒这几个，小吧？这一个礼盒啊？两只，一个砖。两斤一个米砖，这是一二三四五五个米砖，一共是十斤呗？是十斤吗？二五一十，十斤，对，十斤一个礼盒，十斤啊。二三四。一个米砖是两斤。这火候烤馒头片正好，他们说这火候烤馒头片正好，对你尝我烤的。哎呀，我爸你找出来了。我就看谁先不输入密码。哎，不行，把我这鞋拿去烤烤。啊，有味儿吗？我们这在哪儿？我们这是在一个露营基地，广西桂林。啊，这几份儿？这是一份，还有吗？你们这是一份，还有什么呢？石榴，石榴，给你吧，给你吧。他奶奶的！这小石榴怎么总偷呢？不知道啊？石榴，你是小偷啊？你看石榴吃的，爸你这是都再把这个不能说，刷手去啊！不能说，喝点矿泉水。我爸这又整上矿泉水了，这是又喝上矿泉水了。东北带来的，东北带来的矿泉水。看饿了，老爷穿棉鞋，小舅光脚丫子，那肯定的，我俩必须得整个反差。我姐也穿棉鞋呢。我说我要买个单鞋。啊。你都不知道三爹抠到啥地步，他说的，直接穿到三亚买个拖鞋得了。
哎呦我操！哎呀妈，我妈困了，咋了吧？一蹲蹲傻了。爸，你坐这儿吧。这个好了吧？我这矿泉水啊，五十多度了，这个好了吧？哪个？好了，行，媳妇儿，好了。牛肉吗？牛肉的。你也吃啊？你等会儿的吧，等会儿的，你们先吃呗。我想吃碗那个面去，我来碗那个面。我去拿去。啊？你别开，先别开，你先吃吗？吃啊。你现在就吃啊？我先拿去。在哪放着呢？那个餐桌上。110。我在餐桌上啊。110303。餐桌上。烤糊了。哎，你说老大这晚上这瞅着这么白净呢，你老大啊，是不是？这老大白天这晚上真好看，这家伙。这小是啥？要流油了那个。哈喇子。啊？我再来一份啊！这粉吧，你打开看，我那粉。有点胖当了。是吗？嗯。你刚才没吃啊？刚才。没有。拿着给你爸。这上面是肉，这上面。啊？行，没事。明一会儿我告诉你，不能偷吃东西啊！我把饭给狗吃了。你先给他吧，给老大吧，给老大吧。那老大多可爱，小时候拉粑呢。吃，你先吃了，你明儿想吃，你明儿吃。老大吃，哎。玉米几个？玉米是八根儿，家人们啊，粘玉米拍一发八根儿啊。回去小狗蛋子都不认识你三元爸了，不可能不认识家人们，不可能不认识，肯定认识我。拿住了啊，别滑手啊啊！好嘞，哎，好嘞，啊，好嘞，爸爸这边再给你整一个啊，这样啊。一会儿你喂狗好不好？是扔那里头，扔垃圾桶里。这两天所有的羊肉串都让你喂，行不行？都让你喂啊！爷爷，我都没烫到手，没烫到手，真棒，真棒，真棒啊！起来了，我烤来。好，拿凳子过来。好不好吃呀？我烤了。真。爸爸，羊圈的。爸爸，能不能挨着我坐呀？拿着我吃饭吧。能不能挨着我坐？多大的独立包装啊？哪儿的包装？就搁那家啊。独立的，对，家吗？我给你看一下，哎，粘苞米。找了吗？粘苞米放哪儿了？粘苞米。什么？不要。这羊肉好吃吗？哪有？有。小石榴。嗯，你姐夫都是觉得吧，他刚才不点火了吗？啊，对。你要干啥呀，媳妇？我不给你了吗？点完我就给你了。我的准备是呀，飞呀飞，飞到了路道边。带我去看落水仙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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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给你拿一下，想起来了，放这儿了。嗯，我大哥，我是拿粘苞米，你我拿啥，媳妇儿？哎，你说那烟有啥抽头？我，你说我就不上瘾，啊？啊？你看，张瑞，这就让你见我抽了啊？我出来一个多星期，你见我啥时候叼过？好像是没有。啊？好像是没有啊。这个包装家吗？啊，粘苞米。张瑞，你烤一根，烤不烤？烤一个。烤一个。烤俩。烤俩。
你要烤，你烤半根行呗？烤苞米老好吃了。放不下吧？烤半根行呗？用这个筷子烤就行吧？妈妈，用你手里拿着筷子，正他这有个筷子。烤苞米好吃。啊？你看能行吗？不行，掰一半烤吧，掰一半怎么烤？对，一半一半烤吧。嗯，拍两下。这话问的，烤苞米好吃是吗？绝对好吃。嗯。旁边热。你要吃了吧？什么？你看，我就愿意问废话，必须的，必须问，啊？哎呀妈呀，这太难考了，这个。啊，太短了，太短了。嗯。那整不开你了。行，不考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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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穿。啊？穿上。你来重新考啊。我穿上了。是21元吗？29.9，这个粘苞米家吗？29.9，8磅。我再拿一根去啊。这能回2磅吧？你从这中间掰开。能。啊？这一烤了，啥啥好吃。嗯呐。老结实了，这个独立包装的啊，家粘苞米你看着吗？回家蒸着吃，烤着吃都行，家们啊，放空气炸锅里头啊，整都行，你拽头就行了，别动，嗯、啊，行，撸行，你看苞米棒多带劲，多带劲，饱满不？是吧？饱满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嘎嘎带劲，老铁们，粘苞米现在也能吃、啊，现在你先吃，再夹上，牙齿回声了。迷糊，你别往乱跑啊！回来来，别乱跑啊！啊！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明天早上一醒来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啊，这地老好看了。你看这，看这山，啊，8根，家人们，29.9，啪一发8磅，啊，啪一发8根，好吃。好短，一点都不短，一点不真不短，家人们真不短，17-18厘米吧，啊，17-18厘米吧。你们觉得17-18厘米的话还短的话，那没办法，家人们，那基本都这个，这是属于大棒了。我就拿来。大家们，你在别人家买的小玉米的话，基本13-14厘米，哎、咱17-18厘米，咱是大棒的。拿来。啊，能看到北斗七星吗？黄瓜能烤吗？我看一下子啊，北斗七星。为什么要找北斗七星呢，家们？啊，找不着北斗七星，啊，我找找。火花21，你是不是有卷啊？你肯定是有卷。那个地方有座山，你们能看见吗，家们？能看见吗？那会有座山，这个形状的，哎，这么形状的，然后呢，这样式的。这样式的，这样式的，哎，离得特别，离我特别近。这手机不知道怎么的，拍照效果不是那么特别好。啊，这地方离我挺近的，这块。啊？还有其他人吗？有啊。那个山是金阳画的。啊。我看啊。这地方黑了哭泣呀、啊、完蛋了啊，有一个狗丢了，卖了八个的狗呢，咱10多块明白，走明白，走，我回去了啊，粘苞米8磅了，行吗啊，今天属于他们玩最嗨呀、啊、属他们玩最嗨了，家们，媳妇你拿手机啊，媳妇我上咱爸那边去，哎，有姜班了啊，姜班了，我给狗蛋倒点水喝，哎，那个水，哎呦，这个烫熟的了，扒了，不用，我立点缝，有卷啥玩意儿，有卷啥玩意儿，卷啊，没有过来，没事了。这羊串咋不吃啊？哎，趴着，坐一下，明白？你说长白精神多好，你折上干嘛？凳子，拿过来包来。我坐这儿行。那不得劲儿。你坐这儿吧，你看。我这拿那个凳子。
你快你快吃，来吧，给这豆豆给老爷拿来来。跟，你坐这个，你坐这个。烤上了，哎呀，爸，你整的这玩意真行，真是那么回事儿啊，爸。啊，啊爸。嗯。你整这玩意真是那么回事儿。但是我给你包。但是我能不能我给你？妈妈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要再给他扎一下子，是不是就可以？我知道你天天很行，这样行啊。嗯，谢谢宝贝。谢谢妈妈。是吗？小舅子冷不冷？别感冒了。他说他不冷。我不冷。他拉椅子没事。2233。我觉着你如果再给他扎，能看着我们这样？能啊。开美颜了吗？不开美颜我可不入镜。能自带美颜？广西这么热吗？还行。晚上最低15度。看我啊，现在零上几度？哎，15度，哎，好，那就这么长。问问瑶瑶吃饱了吗？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妈妈看我。你别摔了。嗯，摔骨了。现在零上16度了。零上16度。啊。嗯。16度。眼睛能烤火吗？没事儿。啊，行，一个三日。照照爸爸和你老公。哎，妈妈，嗯，不用了，宝贝。嗯，好了，好了呗，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孙杨，给狗蛋吧。爸安排个任务。嗯。你给狗狗分羊肉。行，我先跟。去吧。但是太热了，但是太热了。等会再给。给我一个。啊？来给。给你一个。熟了吗？没咸菜味儿。张瑞烤蛋。熟了。熟了，他说。绝对熟了。给我一个。我觉得还行。爸爸给我。不行。牛奶，咱们随便是周金阳。吃这个吧，你吃羊肉串。牛奶肉说实话不太适合烤串。爸爸，你让全肉筋，是不是？爸爸，你让我给我狗了。你终于发现了，姐夫啊！你终于听回劝了啊！你先给我一扎的串，这点全肉筋，不血水的啊。嗯，来扎的出来。吃羊肉串了。热热热。开吃。人家买烤的我这个脸。能烤吗？眼睛？没事。没事，眼睛没事。啊，对，你快就不一人一块，一人一块，一人一块，拽住了啊，拽住了，一人一块，来，明后拽，好，明后再拽，再拽，再拽，使劲拽，使劲拽，不行，哎，明后啊，你再来，你给这个，你给这个，你再给一个，再给一个，操。哎，明白，这个，啊，老大给，有，还有袋，爸，给吗？把那羊肉烤了吧，啊，把羊肉吃了吧。这还有袋吧？没了。张瑞，周洋那个串你别扔，签子别扔，别瞎扔。你等，爸不说了吗？给人放垃圾桶里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快，给人扔垃圾桶里，不能乱扔啊。啊。哎呀，好棒，好棒！没了。啊，啊！你拽住了，拽住了，拽住了。嗯，哎呀，好迷糊！你看你怎么还都让你拿走了呢？你。给老大。好棒啊！哎呀，这肉干谁吃谁知道。来。来，老大。这肉干谁吃谁知道。啊！咬的牙在了，再不过狗。来，不到。太香了，太香了啊！12:30，我困。一吃一个不吱声。哎，这水是上哪？谁先出的这词儿？于小慧。啊？于小慧。一吃一个不吱声就火了。啊？海对面于小慧。大家们啊！没有了，一会儿再让舅舅给烤，好吗？交给我的任务完成。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石板大米，家人们啊，大伙儿啊，马上过年了，三元爹给大伙搞的活动啊，咱原先卖多少钱？家人们卖88啊，家人们搞活动卖85，都1000多。啊，家人们卖88，搞活动卖85。今天在三元爹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咱家这款石板大米啊，家人们礼盒装的啊，送礼嘎嘎嘎嘎，这有排名了，兄弟们啊。这是一个礼盒装的，看见没？哎，
啊，拎着就走了，拎着走了，家人们啊，馈赠佳品啊，营养丰富，老铁们啊，看不着，咱这大米呢是东北石板大米，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啊，产自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渤海镇大米啊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什么品种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品种是稻花香，老铁们啊，咱这是正儿八经的东北石板大米稻花香米，老铁们，稻花香二号啊，家人们。嗯，你们可能没听过稻花香什么号什么号的，你们只知道稻花香，但是稻花香二号是这个稻花香里边这米最好的一款大米啊，老铁们看着吗？大家们看大长粒，看，我给你看粒儿啊，老铁们，看粒儿，看粒儿呀，看着吗？能看见大米粒儿吗？家们能看见吗？啊，你焖出来的米饭，家们，你焖出来米饭，我告诉你啥味儿啊，家们，满屋飘香，满屋飘香啊，家们，啊，看着。都是这米砖的啊，送礼自己吃都行了，姐们啊，给自己家亲戚啊、领导啥的啊，家们有需要，哎，想买东北石板大米礼盒装的，你就拍这个就行了，家们，哎，就跟你说贼有排面啊，你买两箱，家们想送礼的话买两箱，100多块钱，老铁们，100多块钱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你平时200块你都买不来的，听着家们啊。姐姐也给我开，然后开喂狗狗啦。那是给姥爷的那个串。啊，这个是给姥爷。媳妇干啥？那个到了就不要了是吧？媳妇啊，啊，你现在不能烤了，行啊，啊，一看就是好米，必须好米啊。这个咱留着吧，这个到时候上别的地方再烤去。那个三亚能烤串吗？啊，也能烤啊。啊。一样能烤串，三亚他也吃串，那不肉筋吗？哎，还有那什么，你吃不吃？鱿鱼串吗？吃啊，鱿鱼串呢？不，快来！不，那羊串，你还鱿鱼串呢？唐人姐妹吃，对啊。我吃个玉米，还有鸡翅呢，张瑞。石头不怕你，你看小石头不怕你，走，你再哈一下，你再吓他一下子。他根本不怕我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他跟我混熟了，他是。姐姐。他知道我不能揍他。姐姐。比他怕死。咋了？卡山可以吗？不可以了。狗狗小时候不怕你。那块是油。嗯。那块是油。是饱饱的了。哪块？嗯，刚才我给他那块。给他们吃吧。我给他说了。你油别给他吃吧。点儿。啊。不点儿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给他吃那个的话，他就容易拉车上，我就扑撕了就。狗肚里装不了2两箱油、啊。对，我从来不给他吃肥肉。你筋没事儿，筋没事儿，油不行。多烤焦黄了。狗肚里可装不了。你看那大骨头上，就像是里边有鸡有肥油似的，其实那玩意都是筋，吃的一点事没有。爸，你这鸡胗真应该穿小点，就当出血水子了。嗯，血水的没了不就成了吗？这个正常，这个鸡筋哪是这个这不能这么烤吧？你也给它切，至少得切好几半儿，切成小块是吧？鸡胗是吧？咱吃鸡胗买点的鸡胗都是这一个鸡屁眼子，这一个鸡屁股能烤能穿几个鸡胗？爸，它是切成小块吧？这一串一个鸡胗呗？啊？顶多是吗？嗯，这点还烤串呢，太馋人了！哎呀，你看这点小牛蛋还吃串呢，一会儿还得小牛蛋烤一个。啊，迷糊，小迷糊，他亲你吗？我看你是你是什么？你哎，你是真喜欢狗哈？啊，你我小舅又喜欢狗又喜欢猫，爸，你是不是也喜欢？我也喜欢。啊？给他啥烤的？爸爸。啊。现在没空整他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太那啥了。哎，没事。妈妈呢？妈在那刷碗呢。太酷了，这。哎呀。你找妈去吧。烤不太熟也不是。牛肉烤不太熟也不要紧。不叫，不叫。不叫啊！这个串儿你姐夫得吃呢。不叫。啊。小亮，
不给你一下，你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了。谁你都敢咬啊？那自己人啊，石榴。东莞天罡。自己人啊。哎。不是。有点动静就叫唤。嗯，你看，看门好使啊，好吧？啊，嘎嘎好使，有点动就叫唤。石榴，啊，我前面，快吃吧，真幸福。啊，把这打开给你姐夫烤点串，烤点羊肉串。你我吃，把这面吃了，你帮我吃，我吃我面的。怎么，爸你吃了吗？这面？吃。爸，你瞅你吃吧，爸哈哈唧的。不好吃啊！没有好串啊！这在哪串呢？就桂林，广西桂林，桂林米粉。哎呀，这米粉这长个儿啊！这米粉长个儿了。对对，这米粉长个儿了。这米粉长个儿了。对，在桂林。看看小狗蛋子，小狗蛋子睡着了，十二点了，没有人给开灯了，咱明天看吧，好不好呀？咱明天看啊，小狗蛋子已经关灯了。明天早上咱就要起来直播，看这边全是山，对，都被山围住了。明天早上几点？定个点儿，定个点儿。要黑亮天太晚，7点半才亮天。嗯呐，亮天太晚了，这地方。都不太会说为啥吧？啊？嗯？为啥？这边山高山多，挡太阳。不是跟那个什么啥关系？就是挡太阳。哎呀，7点半才那个。太阳自西向东转，知道吗？咱东北。太胖了。来桂林坐坐船吧。哎呀，不对啦！明天是收拾好行囊就出发海南了，背起行囊出发海南。哎，把你那吃完了？什么？啊，这就整一个？哪都不去了。啊、嗯。这玩意儿太麻了。啊、嗯。太麻了。嗯，妈，拿上拌面吃。咱们吃个吃过这个吗？啊，我媳妇做的锡纸锡纸馍，啊，这是我吃过，爸爸，我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锡纸锡纸馍，爸爸，啊、没有之一啊，家人们，最好吃的，来自我媳妇的手艺。来海南旅游，好像天气特别好，就奔那个去的，跟你说，嗯，能带狗子们游会儿泳，你知道吧？洗个海水澡，晒晒小太阳，那是最好的了。就奔那个去的，金针蘑好吃。对，这是我姐做的，这个金针蘑，锡纸金针蘑，嘎嘎好吃。那边烤糊了吧？我这边捏苞米啊。翻过来，像是在三亚的话，基本都这样。我、哦、操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行，糊了好吃。三亚有的是，三亚基本全这样营地，而且你。咱上那找营地，咱找带院的。我那一停就完。抽烟不？就停一圈，停一圈。问这个干啥呀？就那个草坪，停一停，停一圈。咋赔一根啊？嗯、是打算让我赔一根吗？哦、我不抽烟。你说苞米、啊？我姐夫不抽烟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这个是什么广西螺蛳粉，嗯，是广西的特色吧，是吧？嗯，这串热好了，这是热好了啊，热好了，哦、热的。哎，姐夫呀、啊，嗯，你小舅子还饿着呢，你小舅子还饿着呢，你没吃这玩意儿。啊，我吃了，吃完了，吃一碗了。嗯，我姐多大？我姐那能透露吗？那是随便打听的吗？我今年过完年19，我姐大我11岁，自己算吧，我不透露了。
对，我姐夫吃饭香。那玩意就是干吧，能弄没事吧？那个玉米糊了也好吃，知道吗？烤糊点也好吃，你别掉下去。都黑了。黑了没事。狗呢？哎、狗啊，都搁这儿呢。黑了也没事啊。你往哪睡？啊？你往哪睡？我晚上搁哪睡？嗯。晚上搁床上睡啊？上下左右。下呀。下铺啊，你想让我搁那睡？那咱有个铺呗。我在这里。翻翻炭吧，翻翻炭吧，爸。嗯。没事，我整。嗯。翻翻炭，你拿着去吧。翻翻炭。爸爸，你能不能给我洗个手？爸爸，你能不能给我洗个手？这不用，太小了。拿去洗。我跟你说，再活一个去。啊！你让明儿陪你去不行吗？不行。不行。这你害怕吗？这阳在这儿。啊？害怕。嗯。你看，能看着山吗？家吗？你们真看不见啊！我好玩。这个山，我感觉像个人似的啊！你说桂林这个山是怎么长的呢？老乡们，这山是怎么长的呢？这怎么呢？这帮山怎么都直上直下的呢？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，啊！家人们，你们发现吗？咱这帮狗蛋子啊，这只要跟我在一块儿，走哪都他妈都挺开心啊！你看，家人们，小迷糊，迷糊抓你了，迷糊啊，迷糊，迷糊，迷糊抓你了啊，迷糊，抓你，抓你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小迷糊，看看，迷糊来，乖点，迷糊，迷糊啊，抓你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小迷糊，迷糊过来，来，我走了，走了，迷糊，走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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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走，下来，迷糊。嗯，迷糊，还跟我闹着玩呢啊！牛腩串好了啊，迷糊，这小迷糊真欠儿哈啊！过来吃串了，吃串了，欠欠的。明白明白，这这这，哎呀，爸，你说这还是草地好哈、啊，草地比水泥地强。那是啊，这狗蛋都愿意在草地上玩哈、啊。爸，你说俺舅的院里头都种了草地啥样？啊？冬天冻死了。冻死了，那怎么能冻死呢？冬天冻死了，它夏天还长。叔家们，那个草冬天就算冻死的话，它夏天还有，春天时候还会发芽，还会继续发芽，知道吗？爸，苞米。哟，我没事没事吧，我烫烫烫。我看，你喝不喝？水，水儿，能啥？50度的水，怎么能50度水呢？0度的，那给热阳，热阳呗。这个苞米吃吧，啊，就烤这种熟度。
嘎嘎带劲啊，绝对好吃。你看，哎呀我天，这年鲍鱼真行，把你咬一口啊。来，给你，你吃吧。你来，你让我吃那个，那给张瑞的。我吃那个，一会儿再。你来一口，你来一口，你看你来一口，你我看。我吃这个，吃这个。狗不大。你们吃。那我让让吃这个。太热，冒热气呢。我。再拿。这个我得晾晾，太热。啊。太热。这个有点烤糊了。粘苞米行、啊，老铁们，你拍一发八棒，来，来，张瑞，你不没吃吗？吃饱，那你来口，嗯，啊，来啊，香吗？好吗？好吃，好，太香了，来口，哎呦，嘎嘣脆，啊，是吧？好热呀，都好了，好吧，看。不是喂喂给那个谁的吗？是给谁的？我跟你说，烤肉这种程度最好。不是人吃的吗？嗯，对吧？哪个？那个咱爸的吗？谁、啊？这件能吃了吗，狗狗？不行、啊，摸摸。不行不行，太热啊！等会儿等会儿吃啊，等会儿吃。哎，这苞米带劲。嗯，好就香了。你吃什么玩意儿？有人说不行，别整了呗。你吃那个什么？你吃那个。鱿鱼串多好，后面鱿鱼串呢，换个口味儿。能吃了吗？等会儿，再等，再等会儿。我都要看饿了。你才看饿了，爸爸行了吗？没有回来，来，气氛好。可以了吗？热闹哈，家人们啊。头一回呀，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吃饭呢了，现在，嗯，爸爸，哎，啊，摸摸，放手背啊，啊，行，啊，你知道这个烤玉米，嗯，秋天就是玉米刚下的时候，这树冷啊，玉米就是秋天玉米大份全下来的时候，嗯，搁包能烤玉米，一半还五块钱，一半五块钱。对是人工费啊，还是连不还连材料带都算上？都算上，那、啊、就买一罐烤苞米呗。对，啊、嗯，也烤好了五块钱，五块钱。有次买的，还是应季的时候，好吧？对啊。刚下个刚歇的时候。对、啊。嗯。有，是开开的。哎呀，姑娘愿意喂狗子，你看。哎呀，还有小石头呢，看，还有小石头。哟吼！俺家姑娘跟谁关系都好啊，她不吃那个了，不吃了。你到秋天苞米下的时候，烤苞米有的是，五块钱一半。我跟你说啊，家们，你信不信？小明能咬我，他不能咬我家姑娘，你信不信？啊，因为我姑娘总喂他，说吧？嗯。他不能咬。啥都给他吃。啥都给他吃，啥都想着他。这样、哎、姑娘，啥都想着狗子。啊，看饿了，看饿咋整个样了？不行，整外卖吧。啊，来了，没有了，等会儿吧。因为粘玉米，有粘玉米搁微波炉烤点粘玉米吃。粘玉米放微波炉行，好吃啊，放微波炉里。这玩意烤太香了。真的感觉有点饿了，饿了不行，咱点买个外卖吧，咱整个外卖吧，家们。是不是点一个啊，爸你看张瑞在整鱿鱼串子，哎呦我的妈，这鱿鱼串真带劲呢 啊， 啊，哎我还有烤肉酱呢，张瑞姑娘姑娘我还刷点烤肉酱，对呀、啊、嗯，有啥酱啊，吃烤玉米吧，有啥酱啥也不好吃啊，可香了，把咬一口来，把烫吗，不烫，老子给你扒点粒儿呗，小孩愿意玩行不行、啊、嗯，晚上一般吃不了东西，一般不吃东西，为啥不吃东西呀、啊、家人们啊，为啥呀，是怕胖啊，长胖啊，所以你喝了了，水没喝呢啊，没喝呢，哎行了，这个碳行了，是不是，把碳拿过来，把碳不平的铺过来，那个那边那个也好了吧，那边那个碳尝尝，拿一个尝，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，看看老爷烤好不好吃，行了，你吃过烤玉米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啊，哎对对对，那个那个他，
这个摊不能这么放，战瑞。这个不行。啊，你也从中间给它干折它，或者竖着放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好吃吗，宝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粘苞米好吃啊。No no no。啊？那你还吃 ？No no no， 你还吃？烧烤酱呢，小包？你这太好吃了，小包。啊？烧烤酱呢？烧烤酱。玉米太好吃了。烧烤酱。能给你伸出袋子里吗？对，给你伸出那袋里的。玉米太好吃了。有烤苞米，烧烤店没有烤苞米，烧烤店不卖烤苞米，家们。那啥呢？啊？刷子啥的没有刷子，拿筷子蘸蘸吧，拿筷子蘸，往上倒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你拿两根倒那两根上，那两根往上蹭。对，就行。苏州一穗烤水果玉米10元一穗。这个就是这个咱这就是水果玉米。我这哪水果玉米？我是没吃过水果玉米。想吃啊、就是这个啊，甜玉米。爸，媳妈不媳妇儿，小石榴真的想吃啊，就是甜玉米，媳妇儿，这玉米是水果玉米啥味儿的？水果玉米啊，就是咱这个甜，这个玉米，小明想吃啊，这么简单，怎么开呀、啊？八棒啊，家们，粘苞米拍一发8根啊，8根全是大棒，你看多粗一根，家们，这粘苞米多粗一根，大棒的，啊，多带劲！别吃那么多苞米，家那个媳妇儿，周一瑶啊，啊，少吃少吃点，你少吃点，太晚了，啊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也不行，那么吃不能吃太多了啊。晚上一会儿睡觉了吧，吃多了不行了。啊，那明天咱早点吃，咱明天老这一烤好不好？啊，嗯，行。水果玉米就是水瓢子，什么？水瓢子不是水瓢子。水碗，水碗，一个，这念啥玩意儿？瓜，瓢吧？甜味儿啊，水果玉米。哎，我这个就是。媳妇儿，我吃过水果玉米吗？你买没买过你自己还不知道啊？吃过多。你买没买过吧？我是不知道水果玉米啥味儿。再说你那个应该后院给它蘸酱，你现在你就蘸酱啊？啊啊！现在就我看你烤一下子。哎，你喊口哨，喊口号。我这鸡胗我得准备。香香的啊！行行，鱼山地开始有鱼了，嗯，山地了。给我上点水。我得蘸点啥呀？咸面。儿子，把咸面给我。哎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张瑞，就小孩就瞅着车，他肯定感觉这车像个庞然大物一样，你信吗？嗯。啊，这狗更感觉。你看这小狗，爸，你信不信这小狗，他看着车，你感觉这车那么。像座大山似的，嗯啊嗯，是不是？迷糊。你知道为什么一般牛它不顶人吗？啊，这个牛它瞅人就是特别大。为啥呀？它那眼睛的事儿，眼睛的事儿。它瞅人大。对，它瞅越大的东西越小，瞅越小的东西越大。它要瞅人一点点儿，啊，攻击你吗？它瞅人就是大眼睛。那为什么那个斗牛它为什么就顶人呢？斗牛。斗牛士那个斗牛吗？西班牙斗牛士那个牛，它顶的是那个布吧？顶那个布，它不能见红色那个玩意儿。哦，见红色的往死里顶。啊，牛不顶人是因为它看你人大。对，那看人大。那它看狗呢？动物呢？羊呢？看动物咱也不知道了啊。咱老爷也说过，你咋知道？马也是啊，马也是。嗯，就是所有的这个牲畜都是，它瞅人大。特别大，嗯，他害怕，害怕，嗯，咱老爷也说过，牛不顶人是因为看人，真相，是吗？你咱老爷说的，咱老爷说，那怎么证明的呢？那还是有那个依据的呗，啊，还是有那个依据的，没依据的谁能瞎胡说吗？
狗看人是小的，狗看东西都是黑白色的，没有色彩。我跟你说，家们，小石头警惕性贼高，你看吧，你看他瞅啥呢？我不知道瞅啥呢。你看他朝那边有动静，看着吗？你看小石，我跟你说，小石头，看着家们，你看着吗？灯亮了，看了吗，家们？嗯。嗯。啥？小石头警惕性贼高。小牛蛋子，哎，爸，我想知道一件事儿，咱仨现在屋里睡觉呢。我想知道狗他妈能乱跑吗？晚上？啊？他就在这房子周边转了没？对，他在陌生地方，他不可能。啊？在一个陌生地方，他不可能搁那跑。能吗？试试，你能跑丢了个屁的。是啊，只要是没有这边没有别的那个狗，也不带跑的。鹅看人是小的。对，鹅看人小。咱俩也是咱俩说的。啊、嗯，这样的小时候那大鹅给我撵的，到我裤脚子。楼下的。你摸我头这块是不是有个坑？有坑？嗯。我看，啪，这地方是个包啊。不，这有坑。我看。怎么摸脑瓜都有个包，你摸，张瑞你摸，你让张瑞摸吧。我这边有个坑是想让鸡刀的，刀完之后始终就有个坑。不是，我这眼睛是不是有一边让鸡刀了？张瑞你摸。妈，那个领你上集整刀鱼滑的。哎呀，张瑞你摸，我没摸着坑呢。咱妈好像说怎么的，我没有，我好像我不故意的似的。你摸摸，你摸摸是不是有没有坑？我怎么感觉是脑袋上有包呢？我这脑瓜是。我再摸吧。确实有个坑。搁哪儿呢？你看你都找不着坑了。一击给我刀的。啊！切！我脑瓜这个扒了，你看快点啊！啊！这个扒了啊！是是啊，看着了，有大扒了啊！我姐，你反正我听我爸说，我是五六岁啊。我爸那时候，我俩是在上面说的，在上面吧。啊！还有鱿鱼嘞，我爸兄弟，我爸那时候搁那个大队啊，当点什么那个干部。那时候大队有那个就是圆盘锯破木头的啊，破板子的。我们村有个姓王的啊，一根那个断木头立起来了啊，他立起来我也走到跟前，他没把住啊，说呢脑瓜给我砸去，没砸死我，捡条命。爸，咱俩同命相连呢。你看我这，你看，看着吗？嗯。啊。让人一板砖拍的。你看着家们，看我这脑瓜子啊，家们。我爸不是让人一板砖拍的吗？看到平时这样的我看不出来。爸，我这脑瓜子，我小的时候你这是被木头砸的是吧？树倒了。锯房子。锯什么？锯房子，破木头，破板子。啊，知道了。他把那个拆房子的呗。锯房子。什么叫锯方子呀？就是那个以前不都圆盘锯吗？现在不都带着锯了吗？啊。圆盘锯。啊。把那个木头破成板子，你比如说四米长的剑子，就是两米长的那个，那个树，一箍一箍的，啊，它给立起来了，啊，它没把住，我正好也跑那块儿，从脑瓜撸下去了。我这脑瓜像那个让板砖给拍的吧？这个板砖嘛是怎么事儿？这板砖是我管理家他们晾那个啥。房顶上这不都愿意晾苞米粥的啥玉米晾东西吗？嗯。然后呢，我就小时候吧就淘，我就拽那个塑料布。那塑料布如果不用砖压上的话，得被风刮跑的。我一拽，那砖就掉砸脑袋上，那差点没把我砸死。哎，我那个木头没砸树，砸树吧，那时候五六岁就没了。啊？哎，我那时候也五六岁吧。那时候我也五六岁，这咱俩真巧。爸给你吓的呀，啊，给那个整木头那个姓王的，嗯，吓完了。哎呀，给吓了。
正好那个大队院里还有卫生所，没事那个姓曹的那个曹大爷啊，怎么的？是在东城村啊？啊，东城村。嗯。哎，你看我这脑瓜真事儿，家人们，看，真是大事就有这个疤。啊，哎，啊，哎，你现在这会儿冷不冷？你没发现吧？它这个地方是恒温，好吧？啊，早晚都差屋也差不了几度。我发现他们这地方有点没有咱们扛冻。啊？没有咱们扛冻。没有咱们扛冻？你咋知道？咱们是挺暖和，你没看？啊。净穿那个，净穿羽绒服的，还穿羽绒服穿呢大衣的呢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咱东北那个温度那就一样，你要从东北回来你就他们上东北去玩一圈也冻得嘶哈的，再回到南方的话，我估计也扛冻了。咱们搁那边现在、咱们那边零下二十好几度，对呀、来到这个零上十几度的地方能冷吗？哎、你看现在爸，你说我为啥不扛冻呢？爸，我为啥不扛冻呢？那谁大哥啊？我住的地方是暖和，其实就他们，你看，狗要常年搁屋里待，它也不扛冻。就你大，你就说我呢吗？这不是啊？我不扛冻没意思啊？啊？我他妈像穿大棉鞋，你看大棉裤子，家人们里边穿大棉裤，你看爸，爸你看我这穿棉裤呢，看棉裤他没脱呢，他现在，啊？我们东北人是从小冻出来的，你们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是，这个是，下面这个是广西，不吃那鱿鱼，好了吗？你吃了吗？来鱿鱼串子啊！等你吃啊！哎，挺好，嗯，熟了吧？熟了，行。是吧？嗯，得先刷酱吧。信我能行。今天我上桂林一看，多些穿羽绒服、穿呢子大衣的。那时候热了，我就直冒汗。穿那些衣服的都是外地人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本地人。我觉得都是外地人。本地的。啊？本地的。请回人请回来了。外地人还穿的人就少。你看他们还穿，哎呀，穿那衣服，你看那些小姑娘，还有穿那么点，光腿穿裙子啊，穿衣裤拍照的是吧？嗯啊，那都是东北的，搁那大道逛着走的又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家人，欢迎啊，欢迎无怨无悔啊。我昨天碰上一个佳木斯的，嗯、啊，昨天碰上个佳木斯的，嗯，就穿的老少了。他就问我上那个玻璃栈道，啊，我听他说话，我说老哥你家哪的？他说佳木斯的，我说我牡丹江的，哎，咱们老乡啊，他就穿的少，他这边凉，在张家界啊，嗯，他就穿的少，我那边人上那边来穿多了不行，受不了。你看他们这边说在那边是潮湿那种冷，不冷，啊？因为咱身上比较干，时间长了，你在这里湿气大了，你也不得劲，是不是娘们啊？挺好吃啊，是吧？你往哪撇呢？一会儿再收拾吧。一会儿再收拾。嗯，人收干净的。嗯，俺、们现在在那个哪儿，家人们？广西这个叫阳朔，家人们。啊、阳朔这会儿有个叫那个房车基地，知道吗？你把手机拿来，这是。脚底下呢？咋了？虚眼了？烟呛了。这地方是房车第一基地啊，家人们啊，这块儿，嗯。这个给那个小牛他们吃吧。对。哎呀，一会儿拿那个什么来着？你们如果要是以后有时间来这儿的话，你们也可以上他家来嘛，行吗？啊。你就上他家来就行了，他家是叫贝格凯姆，啊，贝格凯姆，贝格，
嗯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啊，要下回再有机会再来的话，还咋这样的？安静，安安静静的，没人打扰你，兄弟们啊，咱还有外面是个院子，家人们，外面是个院子，啊，外面这一圈都是个有栅栏，兄弟们有栅栏，啊，还没人打扰你，我觉得挺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你说实话，找那些房车基地吧，闹哄的家人们，那么多人，说实话没啥意思，啥人都有，知道吧？老头老太太啥人都有，哎呀。这个房车吧，你不开不知道，家人们，这一开呀，我发现这怎么全是老头老太太呢？啊，啊，家人们，啊，全是老头老太太。你回手机没有电了？你看，哎，媳妇儿充电宝上。外面桌子，外面，这点啊，什么软和纸？没有啊，媳妇儿，这纸行吗？在那衣服底下没有软和纸吧？嗯，没有，媳妇儿，没有，没有。哥，这纸也挺软和。我看着呢，你说啥呢？说不是说我成老头了，家人们，我觉着这我一心思一细细寻思哈，真是这么回事，家人们啊，那年轻人哪有出来玩的啊？找啥吧？啊？那我在这儿呢吗？那底下？这出来玩的一般都是岁数大的老铁们，因为他们有时间玩，退休了，干部之类的退休了。啊，这儿呢，爸，这不这儿呢吗？有空玩啊！哎呀妈呀，家人们，我看人可喜欢玩了，人可喜欢玩了，啊，老伴儿两口子，家人们，哎，开小房车，一玩玩玩一半年，一玩玩半年，人家玩这儿呢，爸。啊，哎，年轻人要上班挣钱，老两口自己做的小菜儿哈，啊，做一顿饭，一顿饭做了啥玩意儿，是吧？那天问那老头儿，我说你他车上有燃气灶，我说你家这燃气灶能有多少烟？这小罐儿，他说五公斤的。五公斤的灶用一个多月，他说，五公斤的灶用一个多月。今天让我烤三碗鲜面，挺好吃。说啥烟呢？是红光印吗？对，我那谁买的烟？那是我姐。嗯。鸡翅好了。小石在放哨呢，啊，你看。嗯，小石的警惕性高哈，拉不拉多就不行。是不是？你觉得老大有警惕性吗？张瑞？有个屁！啊？他有个屁！他没有警惕性。你石榴呢？来，张瑞，你看石榴。小石榴警惕性高，你知道吧？操！我都摸着他在一车。他都不知道谁，他都不知道谁摸的啊！你再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再摸。看着啊。这回知道了，刚才都不知道谁摸的，嗯，啊，是不是老谁摸的啊？可靠，值得交。你看小石榴跟放哨似的，到处望。你看耳朵往后一哨，这听着什么东西了？听着什么怪动静了，知道吧？啊？这家伙，你这。你吹一吹吧，啊！好了，爸，我那边吹吧。爸，我也知道你搞的什么玩意儿，这是。鸡胗呢？这还能吃吗？能啊！这个虾鲜面比刷酱好吃。哎呀！鸡翅啊，吃啊。嗯。哎呀，这感觉啊。
姐夫来串鸡翅。哪个？哎呀，我说实话，我都吃饱了。行，我就看你俩吃行，挺，我就看你俩吃挺高兴。快啊！你先放着，你先放着，一会儿我等会儿吃，我先吃完这个，吃完这个，我先保证面吃了的。你拿点手机来。面不要了。啊？不要，拿了。挺好吃，我就这个吃。就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，你拿点这来，拿点。明天上到哪儿去？明天早上20块钱那地方，景区玩会去。我要打听好了，咱开车能下去。我就寻思咋的？哎，我爸也喜欢看这玩意儿，我也喜欢看，知道吗？我就寻思上哪儿，他妈看的啥玩意儿？我脑瓜就没寻思吃饭的事儿。啊。出来不就是看风景？出来一趟是不是？哎，这尽量完美一点。那个骨头别往地下扔，一会儿收拾。别给它捡干净的。你又不吃了？这烤是不是好吃啊？其实好吃。这撒的盐面比刷烧烤料好吃。不是你能吃麻椒，我吃麻舌的。你看谁？走大道的。那小石头警惕性真高，你看。嗯。咱俩动物园叫唤。啊？把你觉得咱在车里睡觉，从车旁边路过，碰了门一下，它能叫唤吗？肯定有。都不用碰门，路过他就叫唤，是吗？不能吧？能。这老板养的德牧，是吗？不敢杀他，叫人吗？啊，不对话，不是咬人，朝人叫唤。你杀开一试试，杀开就没事了。对。越酸越弯，习惯就好了。你看他们也是也不乱跑了。他刚到这地方新鲜，你知道吧？他哪跑？这新鲜够也不跑了。媳妇儿，这是老四啊。我估计啊，这两个人老四子去给帮人开门，哎，啊，差不多吧，把你拿着，找我姐去。嗯，找我姐去。你看他啥个？老大，你想吃啊？这个你吃不了，那吃够了。太不愿意吃了，是吧？小石榴站岗放哨了，半截方为什么总看这头啊？那不拉有那个啥呀，有来回走车啥的。那不有个人啊，撒尿来了。那不有大货吗？你听，有个大货，闪一闪，有人。他下来了，上厕所去了。嗯，干啥呀？是吗？好气。小时靠谱。这靠谱啊。行，刚买的时候广西米粉汤多吗？挺多的，也不多。还是广西这米粉汤也不多。没汤吗？有汤，然后没有汤。汤不多了。
刚想给你，我来吧。这个不行啊！再给明白再整一个吧，再给他烤两串吧。烤两串。我给烤。我烤。啊！你好，你吃完了吗？完事。啊？你那鸡身呢？吃完了。两串、三串都吃完了。你烤吧，我吃会儿。啊？你烤，我吃会儿。咱爸说他要烤。爸，你说这个地方和张家界差的温度就不是一星半点啊？正好暖和呀。啊？暖，差多了。张家界比这冷，冷，它比咱们那个黑龙江暖和多了。就这回事。坐一会儿。你陪着去啊。你说保安，你看这保安跟过去了。去了。迷糊跟着了，迷糊屁颠屁颠跟过去了。这两口喝完得了。迷糊说：“我瞅瞅，我瞅瞅，一个屁熏过来了。”嗯。这什么酱啊？啊？啊？这什么酱？烤肉酱，好吧。等我一数。这米糊甜的，吃着。我去了。哎，闻一闻。哇，他不能要。哎，下，米糊，下。你干啥呢？这要不睡觉？啊？完事了。完事说了。嗯，真听话，宝贝。嗯，上去吧，你能自己上去吗？妈妈说不能让我上架吧，我自己有点掉下来。行，走，快走，走，那下来，下来，来吧，给你擦手来。行了，你不吃了？啊？吃没吃完呢，吃点饭。吃。那就把这苞米烤好吃。啊？苞米。你我加热一下子。啊。啊？干啥吧？谁喊？你要喊，好了。啊，你怎么开那窗户呢？你把这不行，这么着不行。舅舅开的。舅舅开的啊。嗯。把推上去。哎，好宝，嗯，别夹手啊。啊，关吧。对，不对，是吗？是，真聪明啊，航宝，拉上他，拉上他，我老上了。哎呀，真厉害！那大宝贝真厉害，大宝贝，嗯。妈呀。嗯。你快点来，你快躺着睡觉，快躺着睡觉。你睡觉，爸爸明天给你，明早醒就给爸要。你爸给爸爸你昨天答应我的，明早就给你，好吗？好。啊。你睡觉啊，明早你管爸要啊，明早你管我要啊，行，嗯，啊，嗯，来吃这个，给我吃糖，嗯，睡觉了还能吃糖了吗？没有，没给他，房车了，哎，你干啥去了？这我爸给我烤的，啊，嗯，真香，嗯，好，烤玉米好吃，真香啊！哎，这儿有几万八加一就好了，没买呀？是吧，姐夫？有这几万，咱把散漏的不行吗？真是，
我这玩意不比那好啊。咱们都不舍得给你喝，说白了，我跟你说，那得都不舍得给我喝。二来块钱一斤的酒还不行啊？他这雾气挺大。你就那个，你就自己烧那个酒，嗯，50块钱都不卖现在。老大不能乱跑啊！你听话，老大啊，你带头。嗯，老大带头往这一坐啊，别乱跑。我这个是五粮的，你就烧那个纯高粱的。高粱酒苦吧？高粱酒好啊。是吗？五粮液还不好啊？我这五粮的，你就那是纯高粱的，大曲酒。自己家种的不高粱啊？买的。东北能种高粱吗？有啊，有啊，都没有高粱。坐着吧，这儿来，来碗糖吃来。东北那高粱挺好的。家人们，给大伙介绍一波糖、哎、啊。这个糖是乌克兰的糖啊，老铁们啊，这小糖乌克兰的糖啊，每袋70克。哎，我这瓶盖呢？每袋多于70克，老铁们啊，如你所愿，胜在分享。啊，家人们，果味呢啊，产地是乌克兰的糖，老铁保真的啊，假一赔十，老铁啊，家人们，嗯，软糖来，嗯，这什么味儿啊？你打开啊，好吃这个，39块有两袋，39块有两袋，对，这一袋多少？乌克兰糖，对，这一袋多少个？哪个？70个呀，70个，140个，啊，真不贵。嗯，乌克兰，我这两个吃了一块片。嗯，我要打上。有夹心儿。嗯。哎，这狗蛋子烤这串啊，好吃，好人。你乌克兰在打仗，你打仗他也有不打仗的地方，他不是说整个都在打仗，知道吗？乌克兰糖有名。啊！讨厌五，我也讨厌五，老铁们，我也讨厌五，嗯。哎呀，这个活儿。因为乌和俄打仗，是不，家人们？啊，我也讨厌他。这个活儿考验。但是他这个糖是真好吃，老铁。你看，家人们，中间有夹心的哈，看着吗？哎，你说啥吧？这活烤盐玉米更好。哪个活啊？这活。你还吃吗？粘苞米。拿一个。啊？烤一个。再烤一个。拿着，我再拿一个去。这不浪费这火吗？这不，浪费这炭。小博美老是挠自己。什么原因？看身上有没有伤口，有可能伤口结痂了，或者是看看有没有什么皮肤病啊什么的。这糖确实好吃啊！过年了啥的，搁家里摆上那么一包，打下来摆上那么一包，来个亲戚朋友啥的，一尝也挺有面儿，真挺好吃，一点不撒谎，相信小舅子拍一单啊！家里那过年了，肯定都需要糖、瓜子什么糖了啥，这那没糖能行吗？我给你穿了吧。来小孩了啥的、嗯，拍一单啊，都拍一单这个糖，过年好吃，真挺好的嘛，这个糖。嗯嗯，真的，对，咱都拍一单这个糖，等过年了，往桌上一摆一撒，来亲戚朋友啥、小孩啥一吃，多好。把筷子穿进去。就拿着筷子，插最中间就没事儿。没事，一个筷子行，哎，一块不行吧？行，我给他整透气儿。这个炭烤天亮也用不完了啊！烤天亮一会儿就灭了。刚买回来两天，会不会身上有跳蚤？这个我也不确定啊，咱们都不确定啊，最好是去看一下，上宠物医院检查一下子。小狗啊，嗯，刚买了个博美，嗯，
回家是老挠身上。沃兰这车这个藏挺好的，两天会不会身上跳的？说不准，这个真说不准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尤其那个，就是你们想你们买狗吧，家人们在那个狗场买那个狗，我跟你说都说不准，知道吗？那狗场那狗吧，家人们那条件生活条件不行，知道吧？那玩意儿人狗场那个狗，我跟你说什么样？这狗能活就行，嗯，能卖出去能活就行。对，狗场的狗，家伙能活就行，环境贼埋汰，嗯，有很多地方，嗯，先洗个澡吧，体外驱虫就不痒痒了。哎，石榴，石榴干啥去了你？一会儿吃这个石榴啊，给你烤串的啊，一会儿吃串啊。好，迷糊，老大，一会儿吃串啊。买的牛腩都他们照了，等他们几个吃的哈，100块钱的肉哈。小迷糊，小迷糊在只要在家的时候都不敢这么趴着，啊，在家冻坏了，冻得屁股疼，冻得都屁股都不着地儿，都坐别人狗身上。嗯，啊。这地方是暖和，你看我穿的、咱没到那个哪儿之前，怕你看小明写了你了，看你看，姐吧，你再动它，你再拿串吧，也没有写了你看，一会儿给你吃啊，啊，一会儿给你吃串，是不是啊？给老大吃，不给小明我吃。他眼睛写了你了，你看，你看老大来了，老大，过来吃串来了，吃串，嗯。牛困了，牛愿意行，想老师傅牛 seven 了，嗯，跪着的就回家了，家们啊，跪着就回家了。我小舅子说，下回再出来的话，带老四，带小迷糊，带 seven 他们三个。嗯，啊，我一寻思，你带老四，带小迷糊，带 seven。这家伙把三个主力都带出来了，这不是吗？啊，你这么整不行。嗯、啊，我小舅还挺会选啊。出门不带主力带啥呀？啊、还挺会选。扔了他不带主力带啥呀？啊、轮着来，你必须得都得带，你不带不行。你看小石榴没什么，你看小石榴非常有才艺啊。小石榴有才艺，你知道吗？啥才艺啊？他能生出小迷糊这样的小狗。别的泰迪不行，啊？那也是得我四哥的配合呀、啊。福牛也贵。那个谁呀？迷糊，给老大舔耳朵。啊。给周过去舔。哎。下老大也给他舔、啊。下次不带你小舅子了，哈哈。啊？下次不带小舅子了。不带我。嗯。不带我可以啊。看你们谁。下回上哪儿？上回山问，来。下回上青藏高原，你去不去？妈，我不去，我受不了。啊，走不了两步，咔咔直打喘气。挑战呗，爸，你敢去吗？我有啥不敢？西藏。我有啥不敢？看那个布达拉。他爸哪敢去？爸，你可以说上西藏你得带氧气瓶。你敢让我上哪去，我就敢跟你走。你这玩意儿带氧气瓶子吧？啊，是不是得去看那个布拉达宫啊？布达拉宫。啊，爸，下回就咱俩去呗。行啊，就咱俩去，你俩直接直播徒步穿越西藏呗，直接徒步穿越西藏，青藏高原，负责人徒步直播徒步穿越西藏。哎，人多热闹，我跟你说。我要跟我爸要出门的话，俺俩带两只狗正好，带多都不行。咱一人能牵一只还行啊吧哈，你带多就不行，你带三只就不行，是吧？嗯，三只怎么过来？除非你带上小石榴。小石榴不行，小石榴愿乱跑，小石榴乱跑吧。小迷糊愿乱跑哈。乱跑能还喊回来呀？小迷糊呢？小迷糊也行。小迷糊蹦蹦跳跳，不知道窜哪儿去了。小迷糊家伙，太能蹦的。太能蹦的了。
我没事，那玩意带灰都没事吧？那玩意都干净。没事，灰怕。灰没事，干净，我都吃。对，就这灰人，就是这个碳，它是木炭。熟了。嗯，熟了。亮不亮？你亮亮不？哎，搞这，放这盒上，放这盒。晾一会儿，给他啥吃？讲话了，原先的人连树皮都吃了，这木炭会有啥不？咋断了？烧折了，烧折了，下面。嗯。他说：“我吃点苞米休息啊。”这种炭没事儿。烧柴火那个木头灰啊，那都老干净了。它高温加热的呀，那燃烧过的，啥事都没有，干净。啥事？高温，100度高温一下子，什么细菌都没了。光这得多少度了？咱抽的那个没有8+1，现在没有8+1。啊？咱抽烟的烟灰，你要喝啤酒，弹一头喝都没事。也没事。绝对干净。抽个这个呢，抽这个行不行啊？这个应该没毛病。抽不动啊。风雨之中，咱们咱土豆粉啊，有好多朋友好像现在不买土豆粉了，咱们啊，土豆粉的拍一发八袋啊，家人们。家里那存货土豆粉应该都拍6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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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家里土豆粉应该都没了吧？抓紧拍吧！想啥呢？一会儿断粮了都。哎，土豆粉6袋好吃，兄弟们啊！360克一袋。哎呀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爸，让我爸给点上了。嗯。土豆粉那心里不难受吗？伯父要点了，你必须不能看，不能。岳父还伯父？他们叫伯父，我叫、他们叫岳父没毛病，我叫伯父是吧？我叫不对，我叫岳父，他们叫伯父。喝了。我叫岳父，他们叫伯父。没喝，你也没喝呀。是不是老大管账的呢？老大晚上显白净。还、他们没有小蚊虫啊，没啥蚊虫。我问他了，啊、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挺干净。那个什么，刚才我你就看这灯底下，你就能知道家、没虫子，没有蚊虫。